音乐动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好听好看的音乐风云榜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XO 的泪张艺兴。谁知主播看起来光鲜，实则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呢。因为泪要一次录制一周的节目，除了有大段的台本要背，还有歌手和歌曲的名字要说的一字不差。这对于首次挑战独自主持的张艺兴来说，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球啊，打打人啊，不，踢踢。不对不对，骑骑车啊，打打球啊，我主持了一周，我觉得真的是世界上什么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这次是主要是为了跟大家介绍一道菜式，也是我爷爷我妈妈一直催我吃让我变聪明的一道菜式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卖个关子，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呢？那赶紧跟我看看看。今天我的主持怎么样呢？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，明天拜拜，明天拜拜，明天拜拜。你说明天拜拜，我说什么呀？